我们还是会及时的掌控，必要性的话，我们会做预警性的一个封闭。我特别提醒，东北角北海岸有很多容易变成海水倒灌在低洼地区，所以我们现在所有的抑制的兵警力都已经出去了。八八风灾，这个当时最大的雨量，累计的雨量是2500公里，那这一次预报最高的雨量是1800公里，在山区。